뉴스타트를 하면서 저한테 일어났던 일들 那么我下面给大家讲一讲我在被诊断患癌症以后是怎样怎样治疗康复的。那么我生的这个世上生活到今天呢，那么我看到有很多患癌症然后艰难的与癌做斗争的朋友们。 当时拿着诊断书的时候呢，当时我的时间呢，我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当我听到医生说我患的是癌症的时候，那种惨淡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当时拿着诊断书的时候呢，我的时间呢，我也逃不出这样的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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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拿着
然后呢? 동안에 저희 가정에는 사실 我的家庭其实呢? 웃음이라고는 보이질 않게 됐습니다. 그런 시간이 하루가 되고 没有了乌云笼罩着整个家庭. 한 일주일 됐는데 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啊，这样下去的话，觉得只能就坐着等死。 제가 10년 동안 먹던 그 불면증 약을 쳐다보면서 然后忘着我服用了十多年的失眠药 살아남을 시간이 얼마나 될까 하는 생각을 하면서 还有那些抗癌的药物 생각한 것이 我就自扪心自问 저희 두 쌍둥이 아들하고 저희 식구를 불러 앉혀놓고 把我的妻子还有我的两个双胞胎的儿子 叫来 제가 아는 범위로서는 就我所知道的姿势 재수가 좋으면은 5년 那么得癌以后呢 运气好一点的话，那么那是非常好的运气下可以说5年。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最多2、3年，最多1、2年啊。所以我对太太和两个儿子说，都说，准备后事了。 但是我心里呢，去服不下这医院的药，我觉得这些药不能有带来什么生机，所以我说我拒绝服用这些药，吃了2天以后我就拒绝服用这些药。但是晚上呢，真是无法入眠。安眠药虽然药量解了，但是却没能完全。 제 몸무게가 40kg 정도 빠진 것 같아요. 2개월 이후 我的 体重 大概 减掉了 10公斤 제대로 먹지도 못하고 吃的也不好 睡得不行 癌에 대한 지식이 제가 있는 것도 아니고 癌症的知识也 어떻게 하면 좋을지 병원에서 그 선생님 하는 얘기대로 약 먹다가 순서대로 어떻게 하면 좋을지 제가 물었을지 순서대로 간다고 얘기하길래 솔직히 그거는 될 것 같지도 않고 我觉得这个阶段只是归根结底还是等死所以 그리고 있는데 그 와중에 한 달 두 달 세 달이 흘렀는데 이제 저희 형제들 가족들이 제가 없다는 걸 알게 됐습니다. 그동안에는 제 입 안에서 몰랐지만 근데 저희 형님이 所以我的哥哥呢 이 오색에 있는 박사님 세미나에 참석해 보는 게 어떠냐 하는 권유를 리버스의健康讲座 제 자의로 온 것이 아니고 사실 동기에서 여기를 오게 됐습니다. 너무나 힘이 들어서 이런 말할 수 없는 제가 그렇게 지금까지 살아오면서 그래도 나름대로 작은 배짱은 똥배짱은 있었는데 사실 그것도 죽음 앞에는 역시 힘들고 어려운 상태에서 苦心经营的一切在疾病面前一瞬间全部毁灭了 들으면서 하루가 되고 이틀이 되고 하는 사이에 공사장님이 저에게 사실 기도도 해주시고 지원 服务人为我祷告 저는 그때까지 뭐
在此之前呢, 하나님도 모르고 얘기는 들었지만 어떤 분이신지도 모르고 我也不了解上帝. 그렇게 여적권 살아온 상태에서 그 기도를 받으면 기도를 해주시는 예, 기도를 들으면서 그때 제가 느꼈던 기분은 참 그걸 어떻게 표현해야 좋을지 모르지만 너무 좋았다고 얘기를 해드려야 되나 是有一种美妙的感觉 그 조그만한 그 희망 好像有一个希望的种子在我心里萌发 정말 너무나 가슴속 깊이 그 기도를 받은 것 같습니다 好像这个祷告呢深深地打动了我听完了这个祷告以后听李博士的讲课过了两三天以后呢 너무나 제게 느껴오는 것은 참 희망이라는 거 我所感受的就是希望 정말 그거를 절실히 제가 느꼈습니다 이거 하면은 분명히 나에게도 我就相信啊只要按照生命的原理去生活的话啊我可能我今天这种信念和盼望我就三天了只要今天第四天啊我现在我找到了我的人生道路只要哪怕我剩下所剩时间无几但是我要按照信基点生活原则去生活去努力的生活 것들을 다 버리고 把我带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扔到了垃圾箱里尽管再累但是我不气馁把安眠药也全部扔进了垃圾箱只有只有我能信靠的只有信基点当时我还不了解上帝但是我要通过信基点重新找回生命啊在 彻夜与不眠失眠症挣扎每天晚上在外面彷徨但是我呢三일되고팔박구일동안그시간을다마치고나니까사실은기운이조금났습니다아这整个讲课的期间呢通过运动啊那么我稍稍恢复了一些그그그 尽管睡不着痛苦但是很大但是我内心有一种不安并没有接受他人为我的祷告但我对上帝其实呢并没有承认好是好但是我内心呢并没有什么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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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是
1% 정도는 확신을 가지게 됐습니다. 大概有了百分之五十一的确信。 저희들을 만드시고 저희에게 저희들에게 거기뿐이 사실 걸 很渺茫, 없었겠지만并不是十分的确信, 但是我认准了这条道路，然后我去教会，从牧师的布道当中，我获得了生命的勇气。然后参加讲义，通过那些服务人员为我的祷告。 그 말씀의 힘을 엄청나게 제가 얻은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그쪽으로 침례를 받고 나는 이렇게 살아야 되겠다. 很短片的，但是给我的鼓的勇气很大。 내려놓을 수 있는 我愿将我内心一切背负的沉重的包袱都放下。于是我把家里的生活整理了，到乡村去过乡村生活。那么在乡村一个人过生活感到很孤独，也很累。在这种绝望当中，我没有放弃新起点生活。 按照李博士所讲的内容，努力建构我生命的
基础设施，大概这种生活度过了七到八个月左右。啊，这七八个月之内，我被痛苦所煎熬，晚上睡不着，整夜的睡不着。在这种痛苦煎熬当中，大概过了七八个月。啊，我在我发生了一件非常让我兴奋让我高兴的事情。那天早晨和往常一样，早上起来啊，做伸展运动。在做深呼吸的时候呢，啊，那空气的味道，清新的空气啊，真是甘甜如蜜。清新的空气沁入我的肺腑，我第一次感受到空气是这样的甜香甜。平常시보다날씨도좋지도않았고아당시天气也很一般나쁘지도않았고똑같은날인데도和往常没什么两样。내가50년이상을살아오면서但是在我五十多年的人生当中，在无数次的一呼一吸当中，头一次感受到了空气是这样的清新，这样的甘甜。그때제생각에머리속에这是我的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念想。정말啊，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 创造主为我们创造空气啊！当我真的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就是创造我们生命的创造主给我的最大的礼物，啊，是他的一份爱。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全身啊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涌动，和平时没什么两样的日常起居却变得有活力，变得开始美丽。那么在我眼里开始变得美丽，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看一朵花，一棵草，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我眼里却不如往常，是那样的美丽。鸟儿的鸣叫是那样的清脆美丽。当我感受到这种美的时候，我的内心当中有一种无比的幸福感，我的心情愉悦，十分愉悦。啊，这样的岁月大概流过一个月、十五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在我所认知的范围内，健康恢复的相当明显，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行为、思想都变得非常非常健康。这样的时光流逝的时候，我时刻没有忘记。제가기도는거기도하는거이런거는잘모르지만虽然我기도한게对祷告呢还很陌生，但是我하나님静下心来就这样祷告。정말저희들을사랑하신다면是啊，上帝啊，如果你真的爱我们的话，제가하나님사랑을모르는데그사랑을좀가르쳐주십시오。求你让我明白你的爱。저는因为我不懂你的爱。살려달라는그런기도我不求你，我不求你啊，来医治我的病，让我多活几年。그맛을안다면은我不求命，但求能够明白你的爱，让我能够体味、体尝你的爱。现在回顾那段时光，这些生活的每一个片段，啊，这每一瞬间都是上帝的爱在引领我们，引领着我。所以呢，时刻都感谢，时刻都充满了感谢。这种时间慢慢的流逝。1년이되고아이년그거쳐간시간들속에서그래서이년의힘든것이제아에게있던그힘든일들이하나씩두개씩过去折磨我的那些痛苦啊，慢慢慢慢的离我而去。我的健康啊，真是日复一日的啊，恢复着。然后我到这些讲座里做志愿服务工作，这一切对我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快乐。越做越有劲，越做越来劲，啊，这种幸福感是我以前从未体会过的。我想这就是上帝的爱，因为他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新的意义。힘들었던일들을생각하면서当我回顾我过去痛苦挣扎的时光，那么我相信上帝在带领我，要不然我不会走出那失望的一路。
아, 我的睡眠 恢复了 正常. 한두 시간 자던 것들이 세 시간이 되고 네 시간이 되고 어제는 한 두 시간씩 有的时候可以睡三十个小时，有的时候整晚都可以睡得很香甜。啊，我想这就是上帝的爱。啊，这是他给我的一份特别的礼物。啊，每天每天，啊，感受到在我身体内发生的生命的奇迹，那么感谢不由而衷的发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年十一月份呢，我去医院复查，进行了复查。啊，我身体里那么多的癌细胞啊，有好几个癌细胞呢，癌肿瘤呢，뛰어서수없이있었던그암종양들이肿瘤呢？제가뉴스타트생활16개월만에在我过新近的生活十六个月的时间内，全部都선생님의진단을받았습니다。啊，医生说我和健康人没什么两样。제가지금까지생활하면서啊，我获得了新生，直到今天。뉴스타트생활외에는我除了新近的生活以外，啊。没有做别的，没有去尝试别的东西，只是啊，不折不扣的过新几点的生活，毫不妥协。再痛苦也要咬牙忍下来。那么我对两个儿子说啊，真的，我感谢他们，我爱我的家人。还有呢，我来到这里呢，做志愿服务人员，来了十几次，在这里唱每一首歌，这些歌曲呢，那么一共唱了几遍呢？大概唱了4000到5000遍，在这十六个月之内。再累再难唱这些歌、啊、想去思想赋予我们生命的创造主，听李博士的、讲课的录音带。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周围帮助我的人，给我鼓足勇气的人，都是蒙他们的福。在新起点生活的过程当中，在我的内心里、放下了那些沉重的包袱，驱散了那些死亡的阴影、真正明白了生命的真谛，真正吸纳了生命的气息的时候、我的生命恢复了健康。我希望大家也能像我一样能够重新找健康。자하루가지나서또다른분의회복이야기를들으니까어떠세요이분은또비상대책을확실히세우시고박사님시키신대로잘하셨죠16개월동안몇번을부르셨다고요옹달샘이런걸예옹달샘을팠어도몇개를팠었겠네요예여러분도비상대책확실히세우시고시키는대로만하시면은반드시저렇게좋아지셔가지고노란명찰을붙이시고또이중에서는또그이자리에서서또저를밀어내시고할만한분들도충분히계실것같아요박사님오시고계시죠노래한곡불러도록하겠습니다자노래를부르는데제가제일좋아하는거뭐있죠제가제일좋아하는거복습을하도록하겠습니다자복습카메라고정시켜놓고좀오세요자복습자이거처음에율동어떻게시작하죠손예아이고안잊어버리셨군요점심에가르쳐드린거잊어버리시면좀문제가있죠예
한 손만 뻗치시고 자 D. 넷. 아니죠 아니죠 잠깐만요. 자 노래소리도 안 되고 율동도 안 되고 자 진행자가 이런 건 원하지 않습니다. 자 다시 한번 노래소리 크게 2로 할까요? 2로 셋 넷 엄지검지 장지약지 애지약지 장지검 오물락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예 잘하셨어요. 자 잼잼들이 뭐 잘 안 되시면서 바로 시작하시려고 그러면 가르쳐 드리겠습니다. 자 다시 연습을 해보죠. 잼잼 도리 곤지 깍꿍 예 깍꿍 곤지 도리 예 잼잼 제가 해법을 가르쳐 드릴게요. 뭐 충분히 배우실 만한 되니까 자 요 얼굴 반경으로 한 20cm 이상 전체가 벗어나서는 안 됩니다. 여기에서 자 그래야지 하기 편하겠죠. 잼잼돌이 곤지 깍꿍 깍꿍 곤지돌이 잼잼 자 요 안에서 자 그리고 여러 번 하지 마세요. 그냥 한 번씩만 하시면 돼요. 잼잼돌이 곤지 깍꿍 깍꿍 곤지돌이 잼잼 아셨죠? 자 준비 쉽죠? 이렇게 또 보니까 해보시면 안 돼요. 자 준비 시작. 예, 계속 찔르시면서 하시는 분들도 계시고 계속 잼잼만 하시는 분들 근데 두 개를 같이 힘드는 게 참 힘든데 다시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전체 다 같이 잼잼돌이 시작. 잼잼돌이 예, 그 와중에도 표정은 다 되세요. 깍꿍 깍꿍 눈 커지시면서 깍꿍 이거는 잘 되세요. 자 다시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자 잼잼 시작. 잼잼 돌이 곤지 깍꿍 깍꿍 곤지 돌이 잼잼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아이고 기가 막히게 올리시네. 눈을 좀 뒤집으라고 했더니 너무나 예쁘게 잘하세요. 아유 나오세요. 예 나오십시오. 나오십시오. 나오셔야지. 눈 뒤집을 사람이 누가 있겠습니까? 아 모시고 나올까요? 제가 가서 예 알아서 나오시죠. 자 너무 이쁘게 예 한번 해보세요. 여기서 예, 비디오로 잘 잡아주시고요. 가운데로 오시고 하나님이 시작. 지금 어떻게 잘했어요? 한번 봐야지 잘하는지. 자. 또 한 번 잼잼돌이 또 한 번 뽑아내겠습니다. 진행자가 시작. 이게 맞나 틀리나 이게 맞는 것 같긴 전혀 이 확신이 없는 표정을 가지시고 눈치 보시면서 하시는데 한 번만 더 해보겠습니다. 귀여운 우리 아가까지 시작. 예, 못 봤어요. 누가 잘하시는지. 진행자가 이럴 때는 또 봉사자들한테 이제 넘기죠. 뽑아오십시오. 못 봤어요? 이런. 한 번 더 하고 뽑도록 하겠습니다. 노래에 맞춰서 한 번 더 하고 뽑도록 하겠습니다. 잼잼돌이. 셋, 넷. 잼잼돌이 곤지 깍꿍 곤지 돌이 귀여운 우리 자 봤어요? 네 봤어요. 저도 봤어요. 아까 깍꿍을 너무나 잘해주신 박임숙님 어머머머머 네 나오시고 못 봤어도 아무나 모시고 나와요. 자 봉사자들한테도 잘 보여야겠죠. 낮에 뭐 불만이 있으면 또 가가지고 이렇게 모시고 나올 수도 있고 예.
저 봉사자가 모시는 걸 진행자가 보면은 진행자는 그분을 또 모시고 나와야 됩니다. 어서 나오십시오. 예. 자, 깍꿍 잘하시는 분, 눈 잘 뒤집으시는 분. 나머지 분들은 어떻게 해서 불려 나왔는지는 제가 모르겠습니다. 어, 잘 나왔어. 자. 어, 나오십시오. 이 노란 명찰 다신 분이 딱 지목을 하시는 분은 노란 명찰 후보생이기 때문에 나오셔야 됩니다. 박수. 예. 제가 이 뉴스타트 온 이래 이렇게 매 시간마다 많은 분들을 불러내 본 적이 없거든요. 예. 워낙 여러분들이 잘 받아들이시고 율동을 잘 하시기 때문에 제가 모시는 거니까 영광으로 생각을 하십시오. 차렷. 또 부르실 분 없죠? 혹시 나오신 분들 중에 누구 모시고 나오시고 싶으신 분 안 계세요? 에, 아무런 생각들이 없으신 것 같아요. 예, 한번 해보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자, 당연히 1절부터 해야겠죠. 예, 모셨는데 3절만 하고 들어가면 억울하죠. 자, 준비. 셋, 넷. 엄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검 오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올망졸망 예쁜 손 잼잼돌이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돌이 잼 귀여운 우리 양. 예, 마음에 안 들어. 마음에 안 들어. 아무도 엉덩이 이렇게 하시는 분이 안 계세요. 다 서가지고 이렇게 눈만 뒤집으시지. 자, 자, 오른쪽 엉덩이 약간 힘을 주시고 15도만 빼보세요. 이렇게. 예. 그리고 눈을 위쪽으로 뒤집으면서 이렇게. 예. 예. 한번 해보세요. 시작. 짠. 예. 눈 잘 뒤집으세요. 다. 왜 진행자만 돼? 다시 한번. 시작. 자, 제가 한번 시작. 예, 다 잘 되잖아요. 자, 이렇게 안 해서 마음에 안 들어서 다시 한번 하도록 하겠습니다. 셋, 넷. 엄지, 검지, 장지, 약지, 애지, 약지, 장지. 어물락, 조물락,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엄지, 애기, 기다리. 굵고, 짧고, 키 크고. 얼망졸망, 예쁜 손. 하나님이 주셨죠. 잼잼돌이 곤지 까꿍 까꿍 곤지 돌이죠. 귀여운 우리 아가 하나님이 주셨죠. 다 잘하셨습니까? 예, 박수. 예. 아, 잘해요. 왜 지나가는 분한테 시비를 걸고 그러십니까? 예. 자, 오늘부터 우리 제가 첫 소개를 드릴 때 얼굴도 이쁘시고 마음도 이쁘시고 목소리도 이쁘셔서 우리에게 좋은 노래를 들려주실 우리 사모님께서 나오셔가지고 오늘부터 여러분들에게 힘이 될 노래, 아름다운 노래를 들려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우리 이은숙 사모님을 소개하겠습니다. 오늘 들려드릴 곡은 원치 않는 질병으로 정말 어려운 터널 같은 주변 생활을 하고 계시는 사랑하는 아내와 남편, 예, 그 용감한 부부들에게 이 노래를 바칩니다.
또 듣고 싶으십니까? 예. 내일 저녁도 모레 저녁도 또 들려주실 겁니다. 자, 무대가 환해졌죠? 우리 마음도 환해졌죠? 지금 한번 생각을 해보십시오. 우리 마음속에 지금 걱정이나 근심 같은 게 있습니까? 예, 나머지 찌꺼기가 있다면 그것까지 버려야겠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시겠습니다. 뉴스타트를 공부해 보니까 我们经过学习新起点生活规原则呢 인프라를 구축하고 就是要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然后吸纳生命的气息，这样我们的一切问题会得到解决。那么为了接受生命的气息呢，在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时，最重要的是信心。 설명을 듣고 보니까 那么 听了这样的解释以后呢，这信心很重要，但是我却缺乏这个信心。有些人，这样的人很多。迄今为止呢，我讲信仰、信赖，还有遗传基因。 和生命气息的关系，讲了信赖有多么重要。我从理论上已经给大家讲完了。那么信心越足，生命的气息就越足。生命的气息越足，越充沛，遗传基因恢复的就越快。 但是这指的是什么？这是正确的理论。但是理论呢，和现实有差距，是吧？但是理论超越理论的，因为它是信爱望。那么爱里边有理论，但是爱不仅仅是理论，是吧？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次。 爱是超越理论的。那么，这并不等于说爱是不合理的，或者不合乎原理的。爱呢？
비합리성이 있어도 아, 有时候显得 超越合理性. 할 수는 있습니다. 이 세상에 아, 在这个世上呢? 이 죄가 들어왔다고 그러죠. 아, 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 那么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 到底什么是罪呢? 什么是罪? 이렇게 성경 공부를 하면서 你们通过圣经呢, 大家学习什么是罪? 很多人会这样讲. 罪就是和上帝的什么？和上帝从上帝分离，与上帝分离。那么与上帝分离这句话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上说，上帝就是爱。与上帝分离就是与什么分离？与爱分离。啊，归根结底是爱的问题。 那么与爱分离，那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啊，不再愿意接受这个爱，啊，拒绝接受生命的气息，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那么到了这个地步呢，啊，到此呢，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所认为的过去认为的罪的结论。 罪的概念和圣经所说的罪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因为我们的罪，上帝惩罚我们，让我们得病。那么这样的说法，在这个世上，也许能说得通，但是在圣经上是说不通的。圣经上是说彰显了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旨意和这个世上的说法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的。 身体被造，就是要按照上帝的旨意运作。但是我们却错以为，人体的我们的身体可以由我们来做主，按照我们的旨意来运作。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旨意交出来，按照上帝的旨意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按照上帝的旨意重新运作起来。啊，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呢，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 무엇인가를 알아야 된다는 말을 是你决心拒绝接受上帝的爱。那么你决心定义拒绝接受上帝的爱，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是说啊，你说上帝的爱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是根本啊根本都不像话的，是吧？ 那么上帝的爱是不合乎情理的，啊，这是行不通的。那么你这么想的人，这样想的人是谁？这么想，这个思想的根源就是魔鬼。那么魔鬼为什么成为魔鬼呢？那么魔鬼起先呢？啊，起先呢？不，并不是魔鬼，魔鬼这个存在呢，开始呢？ 起先是个天使，不但是天使，它是天使的天使长，叫上帝，然后和上帝非常接近的天使长，啊，天使呢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存在。那么还有呢？还有人类。那么天使当中最出众的天使。那么天使。 就是上帝的使者的意思，释放上帝的存在。那么释放上帝的这个天使的最高的天使呢，就路西佛。啊，他啊，圣经当中名为路西佛。这个路西佛呢，啊，与上帝很接近。他啊，对上帝的爱是最了解的。 他看看他是哎，有点什么不对劲啊，有点不够劲是吧？然后路西佛呢？죄를 지은 거예요.
이거는 아니라는 거예요. 对上帝挑战，然后成为撒旦，堕落为撒旦。 他不把上帝的爱当回事，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理由是什么呢？因为，第一，上帝的爱呢，是没有条件的。饶恕对方要无条件的饶恕，要饶恕七的七十倍次，也就是说饶恕四百九十次。 那四百九十次就是意味着无数次的饶恕，是吧？没无条件的饶恕，还给了什么？还给了选择的自由。那么这爱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呢？是吧？圣爱必废。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圣爱必废是吧？上帝的爱呢，显得不合理。那么我们的想法。 和路西佛的想法呢很接近。那么我们的想法和路西佛的想法呢很接近。那么路西佛在天庭里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那么这个天庭毁了的话，自己的位置可能也难保了。所以他对上帝说：“那么我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发现您是这样的人。那么您靠这样的。” 信心啊！如果谁要是反抗你的话，向你挑战，那你不会无穷的饶恕他吗？啊，你不会无条件的宽恕他吗？如果他打算反抗的话，你还给他这种反抗的自由吗？那么这样怎样才能维护天庭的秩序呢？啊，这样说起来啊，在理吗？啊，听起来很在理。 啊，这些问题啊，我的问题是在理的。所以对上帝的爱的不理解就是罪，是吧？所以对上帝的罗西弗说：“你的想法是这样，那么按你的方式应该怎么办？”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 画一条界限，画了这个界限，啊，那就死刑，那就死刑。这样才会有秩序，是吧？路西弗要用什么来维持秩序呢？用惩罚。上帝用什么来维持秩序？用爱。这就是上帝与魔鬼的区别。这两个想法。 这两种思想发生了冲突，对碰撞。所以上帝呢？好吧。因为上帝不是独裁者啊，连谁的宽恕呢？连反抗他的路西弗，他也能饶恕。 那么，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但我怎么主张你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我所造的，是吧？那么，你怎么能理解我的想法呢？你的想法我能参透，但是你不能理解我，所以你信我就行了。但是路西弗说，我信不了你，这样对立就产生了。 对立产生以后呢，路西弗呢？自以为自己的主张是对的。啊，他就要凌驾于上帝之上。这就是罪的本质。现代社会的现代医学的这个思想就是什么？ 路西弗的思想，那么癌细胞出来了，好，那么我就要用什么延长的办法要把它杀掉，这是路西弗的思想的结果。那么新起点运动呢？新起点运动说什么呢？说你身上有癌细胞，你要更加爱你的身体，啊，用爱来征服一切，克服一切。 来感化那些发生病变的细胞。
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是谁的思想？这就是爱的思想，上帝的思想。 그래서 이제 그래서 하나님이 이게 이제 성경에 나와 있는 얘기요. 그래서 하나님이 这是圣经有记载的内容啊。所以上帝说，你 말도 내가 이해하겠다. 好，你的话我也不是不能理解。 네가 하나님이 아닌 이상. 你不是上帝。 내 생각을 옳다고 얘기하기는 뭐요? 啊，你就很难理解我。 那么，即便这样，你按着你的想法，你的意志，你去行吧。那么，为了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为此，我给你建立一个，那么你在地球上。 그래서 나는 내 뜻대로 여기서 어떻게 해요? 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在地球上行。那么我在这个整个宇宙用我的旨意来行。那么我们看一看到底是谁的旨意行在最后。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你不听我的话是吧？你敢不听我的话？你想找死吗？ 他不是这样恐吓的上帝。好了，你既然有这种想法，那么你行吧。你要选择了，那我就给你什么？铺设舞台啊。就这样，地球成了一个善恶的之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合理的。 认为那些人类以为合理的事项都是路西佛为鼻祖的事项，这样的家伙应该怎么样？要把他杀死。这样的都是路西佛，这些法治的思想都是路西佛的思想，根源在于。但是我们却被他熏染耳濡目染，反而觉得不这样的是错误的思想，是吧？路西佛的思想已经被路西佛的思想耳濡目染，以为他是正确的。那么接受上帝的信息，领悟上帝的道，却是那么的艰难，啊，好像，似是而非。路西佛自以为呢？ 只要自己只要，只要他作恶到顶，那么上帝最终还会怎么样？还会发怒，是吧？会杀死。因为上帝证明了，反而证明了谁？证明了我路西佛自己的主张是对的。那么。 杀死他的时候，天使们就会认为上帝是不公义的，是吧？啊，那么为拥护上帝的天使们呢，就会。都是上帝，你背叛了你的诺言，就会产生叛乱。那么路西佛就想，肯定会发生什么？ 暴乱。那么这些天使就会拥戴他为王。那么路西佛脑子够用，他已经推算到这一步。为什么呢？不这样的话，上帝会不断的宽恕自己。那么直到他的计划得逞为止，一直饶恕他的话，那么最后他还是赢家。那么想杀死我，他也是赢家。反正左右他都赢。 啊，路西佛已经打好了这样的算盘。所以路西佛呢，以其国也，自己的意志来统治这个星球，这样。啊，我们接受这样的教育，生病以后呢，首先把病菌杀死，吃强烈的药，然后杀死，然后什么不好的话就开刀，然后割出去。 都是谁的方式呢？都是路西佛的方式，没有爱是吧？爱弱了就不起作用，要强烈的爱。
要有强烈的。그래서 루스벨 시스템이. 所以路西佛的这个体系呢就建立了，他的王国就建立了。按照路西佛的方式做呢？ 하늘나라에서는 다 잘 돼가고 있는데. 那么，什么天庭呢？一切秩序井然，唯独这个星球呢？我们地球上呢，却与上帝的道背道而驰，就顺天的，常逆天者亡，是吧？环境污染了，啊，人体人越来越发欲望，是吧？ 疾病蔓延，那么到这个地步了，路西佛会说：“啊，他回头是吧？上帝，我错了，上帝你是对的。”那么，严刑酷刑下面，人们开始害怕，啊，开始产生精神的压力。 서로 시기하게 되고 질투하게 되고 그러니까 엉망이 되잖아요. 멸망으로开始发生相互的嫉妒，相互的仇视，啊，这样这个地球呢就变成了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 자기 아들 예수를 이 지구에 보내신 거예요. 于是上帝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이 지구에 그러니까 이 지구상에 창조된 우리는 地球上，我们作为一个生命存在，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模范，是一个牺牲品。为什么呢？不胜枚举的疾病，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身体发生病变。所以呢，那么上帝，他不会弃我们不管。 他要保守我们到永远，因为你们也是有希望的。尽管你们成了路西佛的牺牲品，成为罪人，成为罪人就意味着我们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但是我爱你们到永远，绝不会抛弃你们。即便你们罪恶再深刻，我爱你们到永远。 自始不渝，我会救赎你们到底。他与我们立了这样的约定，并且在十字架上向全人类彰显了他的爱，彰显了他的约定。你们仰望我，即便死也要活。那么，耶稣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故事，是吧？那么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呢？那么谁受不了了？路西弗受不了了。路西弗没想到上帝会出此绝招，是吧？ 他万万没有想到，上帝会牺牲他的儿子，牺牲自身，爱人爱到这个地步。他再怎么逼人犯罪，但是也没能让上帝的爱发生变质。所以爱呢？爱战胜什么？爱是超越合理性的，是吧？ 明白什么道理了吧？所以圣经说，罪恶多的地方，恩典也多。我有两个女儿，因为我的大女儿，我不知操了多少的心，他们两个是差一岁，相差一岁。 生了大女儿以后呢？啊，没什么可稀奇的，是吧？啊，我以为她会很漂亮，但是长得很一般。
1년 4개월인가 있다가 2년 10개월 이후에 뭐예요? 둘째가 낳았는데 생了第二胎 아, 한 기능. 깐나내기 때부터 막 从小 开始就 透着 기능劲儿 还很好看 굉장히 똑똑해요 很聪明 커서도 막 大了也一样 결국은 앵커가 됐어 成为了播音员 신문播音员 그만큼 똑똑하고 就这样 聪明 可爱 그래서 근데 那么 이제 사람들이 오면 누구만들도 보고 있어. 人们来了以后呢，都把目光集中在谁？都把这个小女儿身上。哎呀，漂亮可爱。啊，같이 기적이 차고 있는데. 那么两个都带着尿片的小女孩，啊，一个被冷落，一个成了关心的焦点。那心里能平衡吗？ 换个立场，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很悲惨的是吧？很难受的。自己看心里看也什么，妹妹比他要漂亮是吧？就受不了了。开始就心事就变歪了。那么小妹妹睡觉的时候，就去打她，挠她，挠的血淋淋。 그럼 이제 아무것도 모르는 이 아빠는 那么做老爸的呢就怎么的就去踢他，打他，벌을 고친다。那么谁的办法？路西佛的办法是吧？왜 언니가 돼가지고 동생을 꼬집? 那么你作为姐姐，为什么要欺负妹妹呢？合不合理呢？在不在理啊？那么收拾他是在理了是吧？那么打才能改好。 성경은 뭐라 그래요? 但 圣经却怎么说? 죄가 많을수록 罪恶越多 恩典越多 죄가 많은 곳에 은혜가 참 要用恩典来感化罪恶 우리는 커가면서 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 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教育是吧? 이 한국 땅에 예수를 믿는 사람이 그렇게 많아. 在韩国那么多人信耶稣，实际上真正的按着圣经的思想受过教育的人不多。所以说信也是白信，明白吗？ 이게 생활 삶 在 우리의 생활当中 하나님의 생각이 들어오지 않아. 没有上帝的思想，那一切都是。 白费周折，为了去天堂去交钱去拜拜佛，他回家却施展暴力，那成何体统？这不是正常的正确的信仰生活。其实呢，妹妹更漂亮，更招人爱，把人们的视线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么这个爸爸呢？ 就应该体会大女儿的这种感情，然后用更大的爱去呵护她，这样大女儿才会什么？才会不会走歪路，是吧？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唯有爱才会让我们成长，唯有爱才会让我们成熟，唯有爱才会让我们走正路。这就是圣经苦口婆心要我们明白的内容。 所以我们呢，我们身上发生各种疾病呢，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爱自己，或者没有正确的爱自己，有比更爱我的自尊心，更爱我的虚假的我，那么更爱金钱而忽略了自身，更追求名誉、权力，这一切超过了我的生命。 那么，为了爱这些，追求这些，却忽视了我。现在我们才明白了，我的身体所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的是生命的基础设施，是生命的气息。真正的爱把我自己，这个过程就叫新起点生活过程，是吧？这个过程就叫新起点生命程序。
真正的去爱一把。你们现在是不是更加爱你们自身了？那么真正的去爱，那么一切问题会迎刃而解。那么我的大女儿 开始走弯路，一发不可收，走得太远了。在路西佛统治的这个世界里说啊，对善良的人给赐福，那么对那些恶人呢要惩罚啊，所以人呢就走灭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恶去战胜恶，要用善去战胜恶啊。圣经告诉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好不好？罗马书너희는뭐를본받지말고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不要效法路西佛的做法，不要被路西佛的思想所控制。这是非常深刻的内容，是吧？你们生病的时候，不要按照这个世间的做法去做啊，用毒毒药去杀死他们啊，用电疗化疗去化解他们啊，这种强硬的做法啊，就是把坏蛋抓进啊监牢里，然后在法庭审判他。那么出来以后呢啊，五年出来以后变得更加邪恶，是吧？这种路西佛的做法呢，只能导致更大的恶。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变化。啊，这是什么原则？是不是新起点原则？新起点生命原则，使你们的心意变化。啊，你们就可以获得纯全可喜的喜悦的旨意，让你们的遗传基因发生变化，去查验上帝那善良纯全的旨意。圣经就是这样的书，是吧？奇妙不可言。아무에게도예외가있어요없어요예예예외가없어요아무에게도누구에게도不要以恶报恶，악을갚지말고不要以恶报恶아모든사람앞에서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说勿以善消而不为，勿以恶消而为之。啊，要与众人尽力，要与众人和睦。啊，所以呢，最后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战胜邪恶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善来战胜邪恶。那么新起点呢？新起点生活呢，就是以善战胜邪恶的途径。啊，不要以病魔啊，那么呼吸新鲜的空气，喝洁净的水，适当的节制，
쉬우시. 아, 암이 내 속에 있어도. 아, 지변 아이가 我 身体 里边, 그러니까 更加 善待 这个 癌 细胞. 암도 남하기 싫어. 那么 癌 细胞呢 也会 被 感化. 아, 나서 주인 对我 这么 好, 나 我要 改过 自新, 我要 恢复 正常. 这样 癌症 就会 康复. 这才是什么? 是生命的气息，这就是新起点的想法。 그래서 이 뉴스타트라는 것이 치료법이 아닙니다. 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不是治疗方法，是上天的，是天上的想法，属灵的想法。 그래서 제가 이 하늘의 생각. 所以说这种上天的旨意呢？ 通过新起点原则呢，讲给大家，大家已经被世间的想法耳濡目染，所以把我的这个属灵的旨意、上天的旨意呢，就当做世俗的道理来理解。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少不了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大家就会怎么接受呢？就以路西弗的方式。 路西弗的想，那么我没有信心，那我不行，我来不了。那么这种想法是谁的想法呢？是路西弗的想法，是吧？那么上帝的想法呢？让没有信心的地方，没有罪恶蔓延的地方，更加充满爱，更加充满信心，更加充满恩典。 就是我还没有信心，所以我是信佛的人，我没去过教会，那么我没有信心，所以我好不了。这种想法就是什么？就是世俗的想法，路西弗的想法，用成熟的想法，总要去拿成世的想法去理解天上的想法，那么总是沟通不了的。 不幸的是，圣经是天上的想法，圣经是天上的想法，总把它用以地上的想法来做解释，所以就产生这么多的混乱，是吧？按照这个地上的想法呢，我就是没有信心的人。那么活过来的日子当中，我做了很多坏事啊，所以我不能得饶恕，我也没信过上帝。 那做过新起点生活，我也没什么，没什么好的结论，所以呢，就破罐子破摔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按天上的想法去说的话，每一个人过去你做过何等的坏事，对于任何人，对任何人。 对任何人不要以恶报恶。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要做美的事，是吧？我们在路加福音六章学过，是吧？路加福音六章我们学过。 恩爱的某人能加哇，是对那些忘恩负义的和对那些恶人，啊，也很仁慈。这才是上帝的与爱的原则。对那些恶人，上帝也是仁慈的。明白吗？这就是上帝的本质。只有达到这样的，明白了这样的爱，明白了这样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我们才能相信他，信靠他。像我这样的坏人、坏蛋，上帝也会。 接受我，能走到上帝的面前。现在韩国的基督教面临什么样的状态呢？牧师，你为我按手吧。牧师给他按手，并没有好。那怎么说？你信心不够。 你病不好，是你信心不够。那么这个人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是吧？
你没有信心嘛？那么我按手应该病立刻见好，但你不见好，那你是没有信心的。那么说这种话呢？一点都不加顾虑。那么信者们是那个信徒们呢，都信以为真，是吧？啊，这是错误的，事实确实不绝对不是这样。圣经说，即便你没有信心，上帝照旧爱你。让没有信息的地方，上帝更加施予恩典，让你们能够相信上帝是慈悲的上帝，这样我们的疾病才会得以康复。昨天我们听了百夫长和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百夫长的仆人有没有信心呢？他从来没见过耶稣，所以他没有信心。那么作为一个仆人，他哪有机会去听耶稣的讲道，是吧？但是即便他没有信心，上帝还是耶稣还是医治了他。我们看马太福音八章。예수께서베드로의집에들어가사八章十五节그의장모가열병으로四十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彼得的岳母。那么彼得原来是干什么的人呢？他是加利利湖水里一个非常干练老练的渔夫。那么这个彼得呢，却成了耶稣的门徒当中的第一门徒。能不能赚钱了？能不能打鱼了？那么谁最难受啊？丈母娘最难受是吧？最担心，怕自己的女儿吃苦是吧？啊，就这么一个独苗，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那么。她的老公连打鱼的生计都扔掉不干了，那么女儿回家成天的哭哭啼啼。那么丈母就说：“哎，我这个没出息的女婿，她肯定是中了邪了。你看，让我的女儿啊变得这么凄惨。”那彼得也难堪是吧？他最大的担心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岳母啊。那这个彼得的岳母比恨彼得更恨的人就是耶稣啊。那么耶稣的丈母娘呢，肯定不会喜欢耶稣的，因为他认为是耶稣拐走了他的女婿，是吧？那么来气不来气呢？生来病不来病呢？那肯定要来病的，是吧？已经明摆着的事儿了。所以啊，是一股闷气啊，他的涕零八就被削弱了。那么坏的信息打乱了他的遗传基因，没有真善美，是吧？所以当然要得什么，得热病了，是吧？所以呢，耶稣呢啊，去见耶稣的岳母也很尴尬，是吧？但是时候成熟了，是吧？时机成熟了。于是耶稣呢，对彼得说：“听说你丈母娘病了吧？走吧，走吧，来到耶稣的家里。”那么彼得的岳母呢，高烧不退，在那里只说梦，只说胡话啊，精神恍惚啊。耶稣来到他的床前啊，彼得的丈母娘精神恍惚，连谁来到他的床边他都认不得。这时候呢，열병으로앓아누운것을보시고아예수님한게뭐예요그의손을把他的手一摸
아, 耶稣就梦了他岳母的一个手，那么对一个发烧说胡话，说梦话，说胡话的人，你们说你信不信呢？你有没有信心呢？能问吗？耶稣也没话可问，是吧？那么能干、那么能赚钱的女婿，突然一天到晚把生计都抛开了，跟随他。那么耶稣作为出于人情，对。 对彼得的妻子和他的岳母也没话可说。那么彼得也其实彼得也做的也没有跟他去做坏事，是吧？我过去呢，相信上帝以后，把那个我的很能赚钱的大夫工作辞掉以后，到山里去做新起点生命运动。我的母亲啊，血压就升高了。 母亲，所以我去见母亲也很难过，是吧？没话可说，妈妈这星期天呢，跟老妈也没法解释，就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尴尬。但是凡事都有个时机。那么耶稣来到彼得岳母的床前。 然后把他的手紧紧地攥起，看着十分可怜，心中还有一点内疚。所以耶稣呢，就开始眼泪流泪。给他爱，给他生命的气息。摸别的地方也摸不了，是吧？<笑> 所以抚摸着他的手，然后耶稣就这样流泪。啊，岳母呢就能感受到生命的气息进入他的身体里，然后从昏迷当中，然后慢慢的苏醒，然后身上感到一种温暖，然后苏醒了。然后他睁开眼睛一看，啊，就是那位耶稣正在抚摸着他的手。 然后这样黯然流泪。那么他明白了自己的女婿彼得为什么要跟从这个耶稣了，一句话不用说，心照不宣。在接受生命的气息的一瞬间，彼得的岳母明白了耶稣基督，所以我的女婿愿抛弃一切生计去跟随这样的人啊。 明白了吗？这位才是什么？我的女婿选对了人。在犹太社会里，一说上帝，害怕不害怕？那么犹太人所说的上帝，他们所认识的上帝，都是什么？都是路西弗，都是砍砍杀杀、惩罚啊！不听话就斩头的这种上帝。但是彼得说。 啊，上帝不是这样，我在圣经里看到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但是他遇到耶稣以后呢，对，上帝就是这样的耶稣，像耶稣一样的上帝。啊，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所以他对岳母怎么解释，岳母能不能听懂呢？因为他的岳母呢，已经被路西弗的想法所支配，啊，说你捐的越多就越蒙福。 犯罪头就砍头，但是在他生病卧床不起的时候，这样诅咒耶稣，埋怨耶稣，啊，尽管这样，但他抓着手，为他流泪的耶稣基督，啊，看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老岳母的心一下就被感化了，这位才是上帝的儿子。 就在他认定的这一瞬间，他的热就退了，他就起来什么，服侍，啊，成了耶稣的追随者了，跟女婿啊，成了一伙了，是吧？啊，他的岳母也成了跟随耶稣的人。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呢？ 여러분의 손이 你们的手 예수님의 뭐요? 예수님이 만지고 있는 때가 아, 아,
现在耶稣正在抚摸着你们每个人的手。啊，所以呢？当你们感受耶稣的抚摸的时候，耶稣在用他的泪水在修复你们的遗传基因。啊，你快点呀，康复吧，快点恢复吧。你们要感受耶稣基督的慈悲的眼泪，感受他的爱，那么你们就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热心的服侍他。你们看，啊，没有信心，上帝同样会医治你们。啊，没有信心，上帝同样会医治。爱并不是理论，明白吗？啊，路西弗以为爱是理论，爱是一二三啊，这按部就班的理论。那么我说爱，即便这样。即便是爱，那么就是自食不渝的爱，因为这样啊，不行，不能爱。哦，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性格，是吧？但是，那么如果我不认识，没有真正认识上帝的话，那么可能很多的事情都被我打叉了。但是当我真正领悟了上帝的爱以后，接受了这份爱以后，我的这种合理的、自认为合理的路西弗的想法呢，我要把它抛到一边，不要以恶报恶，要以善报恶。这样我的心宽广无比，我感到无比的幸福。这个时候上帝赋予我生命的气息 endorphin, serotonin, melatonin, dopamine, oxytocin, 这些生命的物质在我里面泉涌。啊，上九啊，你和我是合而为一的，你是我的儿子。这种确信在我心里面油然而生，我的幸福不再是靠外物刺激，而是从内心泉涌。当我们感到这种幸福以后，所以当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领悟上帝的旨意在我们心里真正的有一份感想的时候，啊，我们才会成为幸福的人，为那些不幸的人祷告。让我们把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那些条件都删除，无条件的去爱那些我曾恨过的或者恨我的那些人，让我们做一个慈悲为怀的人，能够宽恕他人的人，让我们从仇恨当中、憎恶心当中能够获得自由，让我们用这份自由，让这副自由的翅膀摆脱死亡的阴影，重新体验天国的喜悦。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上帝真好，他对我真好，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垂听祷告，他对我真好。祝福我，上帝求福我，上帝求福我，他对我真好。
사랑의 창조자. 우리 친애의 천父. 주님은 사랑이십니다. 우리 알다 상대就是 爱. 하늘의 사랑이십니다. 是属天的 爱. 이 땅에서 말하는 这地上所说的，我们自以为是爱的，都是路西弗式的爱，自私的爱，主的爱是超越一切条件、无条件的、无私的爱，是绝对的爱，是永恒不变、自始不渝的爱。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人们无法理解你的爱，认为它是不合理的。但是，这个大爱呢，是属天的真理，是生命的真谛。在这个虚假横流的世界，愿你的旨意，愿你的爱，能够彰显在这个世上，让我们从路西弗的思想当中挣脱出来。愿我们的内心里充满你的爱，愿我们每一个细胞对你的爱做反应，因为他们需要你的爱。特别求主激活你镌刻在我们细胞当中的生命的程序，只有你的生命气息能重新让他们恢复正常，恢复功能。主啊，我们愿敞开心扉接受你的大爱，抛弃我们的自以为是的爱，做一个顺从你的人。这样，愿你的爱，愿你那无条件的大爱、绝对的大爱，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那些已经发生病变的细胞，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旨意得以恢复，使我们能够重新找回健康，归荣耀于你。愿我们能够献上感谢与荣耀于你，使我们能够时刻充满幸福与喜悦。愿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求奉耶稣名。자 잠시 광고 드리겠습니다. 내일 아침 식사 같이 하실 분들이요. 고다혜님, 고대경님, 고영태님, 송영구님, 신재용님, 윤홍태님, 전경수님. 자, 잊지 마시고요. 자, 내일 아침 6시 50분에도 체조가 있겠습니다. 자, 오늘도 벅찰 만큼 행복하고 즐거운 하루가 지났죠? 예, 우리 몸에 지금 회복 운동을 위한 유전자가 준비를 막 하고 있을 것입니다. 가서 편히 쉬시고요. 내일 더욱더 가벼워진 마음, 그리고 밝은 얼굴로 다시 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안녕히 주무십시오.